会到我们东部的外海来这个区块觅食。所以东部就是有宜兰、花莲、台东这三个地方可以赏金啊。宜兰是在乌石港那边搭船可以赏金，那在花莲有两个地方，我们花莲的赏金码头，还有待会我们要去的石梯坪，这边都有赏金船可以出去。好，那台东呢就在成功镇渔港，哈，都可以出海去，大概30分钟到40分钟，你就可以看得到海豚了，哈。那你不会只有看到一只，一定要看到一群，啊，因为海豚是群居生活，哈，所以你看到一只、两只，待会就一整群这样呢，一起上，哈，所以它还是可以上来呼吸的，哈，来。这边待会大家可以看到、啊、这边的民宿呢，啊，会有五颜六色啊，非常的漂亮啊。那前方呢，右上方有没有看到摩天轮？这就是我们的海洋公园，啊，也是台湾呢，唯一三个地方可以看到比较大型的哺乳类动物。好、啊，这边就是喽，游客中心，我们的游客中心在上方，那海洋公园在前面，啊，那。旁边这条路上去呢，就是我们的远雄悦来饭店啊。这条路是远雄悦来饭店自己做的啊。这条路上去大概只有到啊，有它有缆车啊，海洋公园有缆车啊，啊，它有缆车，然后还有这个摩天轮。啊，它像9点半，你要9点半开园啊，就在这里。刺激一点哈，可以看缆车坐到哪里？缆车就坐它的上面的水晶城堡，那它的水晶城堡有这个俄罗斯的那个。开啥车呢？你是去买啥水？一开，不是得开一套啥车啊？对啊。一条钱多了。啊，那你叫骗的车子？价赔无赔呢？一赔较少，我价赔无赔啊。那你要做呀？哎，你那出去的有无？嘿嘿嘿嘿。在去了专卖店，你就会发现了，可以弄到3000块，
故乡的亲爱的爸爸妈妈，听你呀。应该的，来打拼。注意了，在。啊，在。对，第一艘赏金船其实是从史蒂明渔港开出去了哈。那待会来这边啊，我们就让大家下来走一下。那这里呢，除了在前面这边有景观平台以外呢，我们里面呢有一个单面山啊，所谓的单面山就是它的那个山呢，就做一半单面的，因为一面呢直接插入太平洋哈。那这边呢整个这个单面山是整个都是白色的岩石呢，非常的漂亮啊，所以待会呢带大家我们就走到那个单面山上面来拍照。今天很好，现在没有人，下午的时候跟你说这边人就人山人海了啊。哎，龙眼机嘿，龙眼相机哪会使？就不醉耶，放水耶啊！对啊，对啊，这在留海底翕的对。哦。等下再留下翕看嘛。
十七平。啊，这里有，这里有。没啦。哦。我黑坡我第下来啊，也来休息啊。无啦无啦，好，好啊好，好。我们今天省下了停车费，因为刚那个人可能去吃饭了，所以不用缴停车费。帮你们帮省下200块。真的啊？安尼哦。要不然这个要收停车费啊？哦，他可能会掉进去。没啦，这要省休假了。收费的应该是女生啦。想说刚要先付一下停车费，哎，没人，安没人，因为他把杆子打开了。今天办休困。星期一没有再说，没有，他有说，刚刚我们进来不是说，他待会去了，因为待会陆哥的车说夏天的时候呢会更热，是吧？还好，今天也见你也无惊去，恁大家面拢红光光啊嘞！哦，原来你比我较凉，我去行都无晒到红光光，讲恁讲无。我那较热，我那较热。原来你遐较热。阿姨啊，无撑阳伞啊。不管恁那三四个拢安尼面安尼红光嘞。我那较热啦。快点出来好。我就拍到你啦。咱拄仔去，咱无拍到钱。你看因那四个无拍到钱，才讲面红干嘞。好啦，你面有加酒精啦，即红起来啦。好啦，你看无因那腮拢面足红诶。嗯，好，这就是我们的实体品啦。人讲酒推，后多人讲十。